突袭任家萱与爸出席活动，笑稱要赚奶粉钱。Liner 任家萱与任爸出席品牌代言活动。图记者陈明安社，20001804.13。Liner 任家萱。与任爸今14日出席代言活动， Sliner 聊到今年的目标，他表示外界期待的作品一定会在年底发出。 Sliner 表示很希望今年能推出音乐作品，其实我从去年就说要出，到今年年中了都还没出来，因此他承诺作品一定会在今年年底以前发出，更透露目前进度已经快一半。活动上也笑说自己跟爸爸今天来赚的是名副其实的奶粉钱。